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呢就同大家介绍另一隻灵丹妙药 Magnesium Phosphoricum Magnesium Phosphate、或者叫做磷酸镁。磷酸镁，磷酸镁呢通常应用的地方呢是在一些抽筋、一种抽筋啊或者绞痛这种的情况，或者啲痛症呢会走来走去这种的痛症的。咁但系一个好独特嘅 magnesium phosphate 一个症型咧，就系、呢种咁样嘅痛啊，或者呢种抽筋咧，系要用热敷就会舒服嘅。记住啊，抽筋热敷舒服就系 magnesium phosphate 呢个应用嘅地方噶啦。咁好明显啦，佢痛得嚟咧，就佢就会怕冻啦，怕冻风啦。又唔想你暴露佢啦，亦都唔想你掂亲佢㗎吓。咁任何嘅冻嘢冻嘅影响佢呀，或者係用冻水清接触冻水呀，都系唔舒服嘅。好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好用嘅抽筋嘅疗剂啊，可能系嗰个手抽筋啦，揸不揸耐咗手抽筋啦，或者经期出现嗰时候嗰种嗰种绞痛啦，或者一个小腿可能运动之后疲累咁抽筋啦，所以唔可能啲老人家，有啲老人家会容易即係瞓翻觉或者做某个动作会抽筋嘅。咁或者当然运动员啦会突然之间呢就嘣一声咁一个个大腿直情哇掹实起嚟嘅。咁记住呢食一剂magnesium phosphate 呢可能即时就解决到呢个问题㗎啦。咁记住抽筋热敷舒服这个一定要行在一起的，热敷舒服冻敷不舒服一定要热的就会帮到他的。譬如他抽筋的时候他会拿暖水袋，或者一个女性有经痛他拿着个暖水袋是吸下去那个人很舒服的。这个就是 Magnesium Phosphate 那个磷化镁这个疗剂的证明来的。咁亦都可能呢你可能係个牙痛喎、咁牙痛佢点样舒缓得到啊，佢可能要口含啲暖水热水或者攞个暖水袋呢握住嗰个牙痛嘅部位呢佢舒服嘅。
咁或者 B B 仔啊，通常咧 B B 仔啊呢种咁样嘅嗱嘅绞肠痛啦，咁啊呢种咁样嘅啊 Mac Force 啊 Magnesium Phosphoricum 呢种咁嘅 B B 仔嗰啲绞肠痛咧，通常咧就 B B 仔就未必唔系一定好敏感嘅吓，即系嗱好多 B B 仔咧绞肠痛好敏感嘅，咁我哋会同以前同大家啊介绍过啦 ，Cameron Miller 啦，啊杨金谷啦。啊，一个啊，经常用喺嗰个细蚊仔嘅绞肠痛好敏感嘅。但如果你遇到嘅情况之下，呢、这个细蚊仔咧系绞肠痛，但佢又唔系好敏感嘅，冇呢种敏感嘅情绪啦。咁总之系佢抽埋咗、黏埋咗啊。咁要攞啲嘢去握住佢啊，或者啊攞暖嘅手啊，或者攞暖水袋一挤落佢舒服咗咧，呢种咧亦都系 magnesium phosphoricum 嘅一种应用嘅地方嘅症型嚟嘅。嗱、啊，可能系面部神经痛啦，啊。啊，或者我哋有叫做嗰啲钢琴手啊，或者系小提琴手啊，啊咁或者咧系我哋叫做 writer's cramp 啦，啊用得多啊，咁手指抽筋啊，喺呢种情况之下咧，系完全都可以，即系可以用呢个咁样嘅啊一个疗剂嚟嘅，啊咁所以咧啊记住啦吓，呢、啊这个一个啊 magnesium phosphoricum 咧系一个好好应用。亦都係好獨特咧，係用喺一種抽筋啊、絞痛啊，嚇喺熱敷咧會做舒解嘅呢種咁樣嘅痛症咧、抽筋症咧，就記住 magnesium phosphoricum 嚇、啊、嗰、那個磷化鎂，好呢、这個簡單嘅療劑嚇、啊，可以好容易應用得到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 n l i n e h e a l t h s h o p c o m h 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